各位美丽佳人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菲林餐厅的主厨肉亚，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三道秋天的简单的菜肴。今天我要介绍一道主菜，板煎梅花猪肉佐柚子酱。梅花猪肉先用盐巴跟胡椒还有香料先腌，然后用橄榄油去煎，上色以后进烤箱烤20分钟。蔬菜的话就是用盐巴跟胡椒先腌制，然后上炭烤台烤，烤到熟跟上色即可。先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道沙拉，是茴香籽高丽菜缨沙拉，是用茴香籽、高丽菜缨还有橄榄油跟白酒醋一起腌制，然后最后再撒上坚果碎，然后再另外搭配一个番茄咖喱红山药的蔬菜汤，然后希望今天的菜色大家会喜欢。